陈医生，陈医生，我的肚子好痛哦！不会吧，男的还是女的？不是啦，人家那个来啊。你每次那个来都会那么痛吗？对啊，而且吃了止痛药都没有用。你应该很爱熬夜，又爱吃冰的喝甜的吧？你先改掉这些坏习惯吧。6月12号帮你约一个妇产科医生跟你聊聊。是帅哥吗？最轻松有趣的内容都在6月12号晚上9点，脱壳吧，帅哥医生。